我们这道菜的材料装茄就是番茄加茄子、秋葵、黑木耳、九层塔。那调味料呢，有素蚝油啊，一点点盐巴，一点点糖。一开始的话呢，茄子的话呢，我们切片；那秋葵的话呢，就我们就斜一刀；黑木耳的话呢，我们就切成细细的，一丝一丝。番茄切的话，我们就先对半切，切成小块状，把番茄丁倒一点橄榄油，加一点点糖，一点点盐巴，直接放入电锅蒸。那电锅就放一杯的水，然后倒一点橄榄油。那炒到这个番茄呢，它都有一点感觉像番茄酱的那种浓稠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再加入我们的茄子，然后我们再加上黑木耳丝，秋葵下的时候煮出秋葵的那个胶质黏液出来就可以了。再放几片那个九层塔的片，这道菜就完成。